小鸡。小朋友，买一只小鸡回家养吧。好可爱呀，但是我没有钱。哥哥，你带钱了吗？我也没钱，但我们家有鸡蛋呢。对呀，我们可以自己孵小鸡。这个鸡蛋好冰啊，小鸡会不会被冻死了？不好，快抢救。累死我了。不行，我们要利用科技的力量。我坚持不住了。坚持就是胜利。空调坏了，我们还怎么孵小鸡啊？不慌，没电我们就人工取暖。哥哥，你孵出来了吗？你有点耐心好不好？这才多久啊？哥哥，我脚麻了，小鸡孵出来了吗？这样不行，看来只有鸡妈妈才能孵小鸡，我们换上这个。哥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回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嘘，妈妈小点声，别吵到小鸡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楼下给你们买了小鸡？哥哥，我们真的孵出小鸡了。